来来，报告。老师您好。好，同学们好。同学们，看这个字，谁给我读一读？好，这位同学。神。好，请坐。那么神，在我们同学们的这个印象当中，你们认为是怎样的？你说。神通广大。神通广大。法力高强。法力高强，请坐。你说。法力无边。你说。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好，同学们回答得非常好。那么今天呢，我带同学们去认识一位军神。我们读一读。军神。这就是我们的二十课。那么读了课题以后，你们有什么疑问？好，你说。军神是谁？军神是谁？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你说。为什么叫他军神？为什么称他为军神？这个问题提得也非常好，请坐。你说。军神厉不厉害？军神厉不厉害？你说。军神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课文，去认识这位军神，看这位军神他到底是谁，谁称呼他为军神，为什么称呼他为军神。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我们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读一读课文。注意，在读课文之前，老师有自读课文的要求，请先看好自读课文的要求。我们请位同学来读一读。自读提示，啊，这位同学。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嗯。找一找文中的军神指谁？嗯。说一说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哎，声音非常响亮。这个自读的要求都知道吗？知道。好，那现在我们同学们开始吧。可以大声，可以小声，也可以轻声。Thank you.
读完了吗？读完了。好，读完了举手。好，咱们表现得非常好。那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个自读的要求来检查一下我们同学们读得怎么样。首先我们来看这些词语是不是会读。哦，看不少同学都举起手了啊。好，注意同学，你读第一行。过客、鱼跃、土匪、刀鼠、邮局。嗯，读得非常好，请坐。注意同学，你读第二行。损伤、擦汗、麻醉药、苍白。嗯，读的字音也非常准确啊。好，那位同学，你来读第三行。刘伯承，一共钢板，一声不吭。好，请坐。你们有没有发现呢？读这个第三行的这四个词语啊，有一点难读，特别有一个字。它是后鼻韵，哪个字？你说。成。成。这个该怎么读？你再读一读。成。成。你把这个读一读。刘伯承。刘伯承，非常好。还有一个后鼻韵的字，看哪位同学来找到啊？很不错，注意蓝同学。坑。一声不吭。非常好啊！看来我们同学们掌握的非常好。再看第四行，蓝同学，好，那位蓝同学，颤抖、伤势、崭新、头缠绷带。嗯，好，请坐。好，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我们读慢一点，好不好？好。沃克，预备起。沃克，不悦。读得真不错啊，看来同学们之前也做了大量的预习。那么这些生字词它加了拼音，那么我们把它拼音去掉是不是会读呢？那下面我们来考一考大家啊。这四个数字它里面呢藏着一组词语，你喜欢哪个数字你就上来点开它，然后读给大家听一听啊。我们来，那位女同学你过来。你选择哪一个？四。好，手按着这个拉啊。哎，不要放。哎，好，你读一读。刘伯承，邮局，麻醉药啊。他读的对不对？对。好，请回。我们再请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你来选择一个。拉出来了。好。镇定，损伤，一声不吭。他读的怎么样？很好，很好。非常好。好，请回。那我们看这个字，这个读。镇定。正是前鼻韵还是后鼻韵呢？前鼻韵。对，是前鼻韵。镇定。好，跟我来读一读。镇定。镇定。哎，非常好，非常准确。好，再请同学啊继续。还剩下两个数字，里面可能还藏着许多你喜欢的词语。好，这位女同学。好，非常好。沃克，刀鼠，颤抖，擦汗，对不对？对。好，请回，再请回。好，那位蓝同学，你过来。不悦，土匪，钢板，伤势，崭新。读得怎么样？很好。好，给他鼓鼓掌。这回，那么你看这四个数字后面这么多词语，
都出来了，那我们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好。好，预备起。不愿土匪更满，上士斩心，倭寇刀术颤抖，擦汗镇定损伤，一声不吭刘伯承，邮局麻醉药。啊，看来我们同学们认识这些生字词啊，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认识这些生字词啊，实际上是为我们读好课文中的句子做准备。那下面就难度又加大了，把这些生词呢隐藏在课文中的一些句子当中，看看我们同学们是不是能够读得好呢？我们再看一看啊，先在底下先自己亲身的读一读，自己亲身的读一读，等一会我来请同学来读一句。第一句，好，都给你东西。1916年的一天，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了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嗯，好，请坐。我们看这个句子怎么样？特别你看，1916年的一天，这后面。这个句子怎么样？很长。怎么样？很长嘛、嗯、是不是很长啊、嗯、那像这样的长句子我们就要注意怎么样？停顿。注意停顿。那我们再请位同学来试一试啊，就要注意停顿，那么长的句子。好，注意蓝同学。1916年的一天，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了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好，哪位同学再来试一试看怎么样啊？这位女同学。1916年的一天，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了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嗯，我听出来了，他在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之后面有一个稍稍的怎么样停顿，对吧？好，那我们来尝试一下读一读这一句，好不好？好。好，预备起。1916年的一天，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了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嗯，好，第二句，请位同学来读一读，位男同学。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镇定。好，读得不错。你来读一读。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镇定。好，读得也非常好。那我们看读这一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各位男同学。这么重的伤势，这么要中毒。哦，这么要中毒。你们还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只有才能，对吧？只有这样才能那样，这个一定要，它是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啊。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加重语气。那我们来一起来试一试这一句，好不好？好。好，我们来读一读，预备起。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镇定。哎呀，我们同学们读得真不错。好，再看第三句。我们首先观察一下这个句子该怎样读，或者这个句子跟其他句子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有的同学啊很细心，他就发现了。来，这位同学，你说你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这一读这个句子的时候都要比前两句的
前两句要重读。要重读，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标点符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啊，有没有发现？你说。有三个感叹号。哦，一连有三个感叹号。也就是说，一连这是三个感叹句，说明这个语气一定要怎么样？重，要重，一次比一次加强。那我们来尝试一下，好不好？好。好，预备起。了不起，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是一位军神。同学们，这个结束能力真的非常强啊，短短的几分钟，生词句子都读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些句子会读，我们在文章当中是不是就会读呢？请我们同学们打开课本，下面我们来请一组的同学每人读一节，其他同学仔细倾听，看他有没有读的不对的地方。好，我们就请哪一组，我看哪一组最啊，好，从这组啊开始，一人读一节，其他同学听好，看他读的怎么样。一六一六年的一天，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了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他对诊所的主人，著名的外科医生默克先生说：“我的眼睛被土匪打伤了，请您给治治。”沃克医生查看了他的伤势，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刘大川。”“干什么的？”“邮局职员。”“不，你是军人。”沃克医生有些不悦地说：“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镇定。”好，请坐，继续。要动手术了，可年轻人却坚决不愿意使用麻醉药。他恳切地对医生说：“眼睛离脑子太近，我担心使用麻醉药会损伤脑神经。”沃克医生愣住了：“你能忍受得了吗？”年轻人平静地说：“能。”手术中一向镇定的沃克医生，这次却双手微微颤抖，他对年轻人说：“你要是挺不住，可以叫出声来。”年轻人一声不吭，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色床单，汗如雨下。手术结束，崭新的床单竟被抓破了。沃克医生擦着汗对年轻人说：“我真担心你会晕过去。”年轻人脸色苍白，勉强一笑：“我一直在处理的刀术。”沃克医生吓了一跳：“一共多少刀？”72刀。沃克医生不禁失声喊道：“了不起，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是一位军神。”好，这位同学接着读最后一节啊。沃克医生关上手术室的门，俯下身子亲切地注视着年轻人：“请告诉我，你的真名叫什么？”“刘国成。”好，请坐。我们刚才同学们读得非常好，没有读的同学听得也非常认真仔细。那我们看看他们刚才读的当中还有哪些读得不够好或者发音不是很准确的，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你来说一说。就那个同学把第一自然段著名的外科医生成了著名的外科医生。哦，啊，发现了，这个音调读错了，外科医生，对吧？哦，请坐。还有呢，这位男同学。是勉强一笑，他读成了勉强一笑。第五节当中的年轻人脸色苍白，勉强一笑。哦，这可是一个多音字，哎，非常好，听得很仔细啊。好，请坐。你说。第五自然段，了不起，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是一位军神，声音不够重。哦，他说，这个语气不够加强。哦，好，请坐啊。实际上，我从刚才的同学们读当中啊，
可以感受到我们同学们读得非常好啊。有些地方有毛病的，我们可以把它啊再反复再读一读啊。好，那么同学们，我们再回归到这篇课文当中，这个课文到底谁称谁为君神？这位同学，我可以声称刘伯承为君神。哦，我可以声称刘伯承为君神。好，请坐。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刘伯承的这个承字，那刘伯承的这个承字，看他怎么写，比较难写。那哪位同学仔细来观察一下，如何写好这个字？好，那位男同学。那中间是三横，不要写成两横。哦，他说同学们要注意了，这个中间啊是三横。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盖起来，这底下好像是一个水，然后加了一个三横，是不是这样的？是的吧？哦，他说不要少写一横，啊，好，请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笔顺啊，那我们可以拿起右手。伸出食指，我们一起来梳空一下，预备起，好，成，预备起，横，好。那么写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看看，先观察一下这个字，它在田字格当中的位置。那好，那位女同学，不要把它给写到下面来了，不要把它写到下面来了，要写在中间。好，那老师呢，这儿有这个，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该怎样写好这个字啊。写这个字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首先第一笔是好，那我们来看啊，观察一下它的位置啊，横撇，然后第二笔是竖钩。我们写竖钩都是看这个竖钩基本上就在竖中线上，但是它稍稍的有一点弯，对吧？哎。然后是三横吧，再写三横啊，一横，两横，三横，然后是横撇撇捺。好，那我们同学们拿出田字格本，按照这个我们来临写两个，要注意要有良好的写字习惯。要保持三个一。哦，我发现我们同学们写得非常认真。这个字他也观察得也非常仔细。
好，写好了吗？好，写好就举手。那么这个成字呢，我们该怎样变一个小顺口溜，或者一两句顺口溜把它记下来？这个字比较难写，对吧？怎样来变一个顺口溜把它记下来？各哪位同学啊，来尝试着变个小顺口溜把它记下来，这样下次我们写的时候就不会少笔画或者多笔画了。哦，老师这样编了一个顺口溜啊，水上有三横，头戴横撇帽。那我们来说一说看，这样是不是好记？水上有三横，头戴横撇帽。来说一说，预备起。水上有三横，头上横撇帽。头戴横撇帽，对吧？你看这样呢，我们记起来可能就比较方便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归到课文当中。那么刚才同学说了，是沃克医生称刘伯承为军神，这篇课文就是围绕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事情呢？同学们再打开课本来看一看刘伯承他为什么要去找沃克，而刘伯承在手术当中他表现的又怎么样呢？好，哪位同学能把这边的课文的主要内容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不要紧的啊，刘伯承去干什么事情？刘伯承他，男同学思维很活跃啊，也很大胆，非常好。那位同学，你说。刘伯承去了一家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去找诊所的主人，著名的外科医生治疗他的眼伤。他的眼是什么伤？他的眼睛被土匪给打伤了。哦，被土匪打伤了。好，有没有同学再帮他补充啊？你说。他为了救一位战士，被敌人的子弹射进了右脑。看看课文，我们看看课文。看看课文。进去，又从右眼眶出来，一个圆珠掉了下来。那是眼球。好，请坐。那么现在啊，看看我们读一读这些句子，实际上老师已经把整个这篇课文它是如何叙述的已经整理成了这样的小标题，自由的读一读。手术前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在手术当中刘伯承一声不吭。刘伯承请沃克医生治疗眼伤。手术后，沃克医生称刘伯承是军神。那么你们能不能按照课文的叙述的顺序，给这四个句子排上序号呢？上来，上来排，我们来请那位男同学，看他排的对不对。拖着他不要动就行了啊，拖了拖，
哦，他说这是第一句，好，继续。在哪？哦，这是第二句，对吧？嗯，对。好，第三句。好，好，对不对？对。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把课文的这样的顺序再给它凝练一些小标题，该如何凝练？该如何把它再提炼成小标题？可以怎么提炼成小标题？那课文主要就是讲这个刘伯承啊，他眼睛受伤了，去请沃克医生医治。在手术之前，他不愿意使用麻醉药，在手术中他表现得非常坚强勇敢，一声不吭。手术后，沃克医生称他为军神，是不是？老师刚才把这几个句子连起来，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啊，是的吧？这也是课文的叙述顺序。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再能够把它再用几个字的小标题看看，哪位同学？啊，来尝试一下，没关系。啊，首先写的是，你说。首先是刘伯承请沃克医生治眼伤。治眼伤，那能不能用一个词？嗯，很多同学啊。刘伯承。嗯。请沃克医生给他治。一个词就会很简单，你说。哦，这位同学讲得非常好。他说，哦，有的说求助，有的说救治，哦，都可以啊。那我们先用救治，黑板往前面来一点啊，救治。那后来呢？到第二句应该是，你说。不愿意使用麻醉剂。再用一个词，不愿意，不愿意，我，你说，不用麻药，不用麻药，讲的没错啊，我认为啊，你说，手术前，这位同学讲的真好，他说手术前，那紧接着，啊，手术中，下面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嘛，可以是，手术中，对，手术中。再到手术后，手术后，你看这样，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整，这就是课文按照一个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啊，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叙述的啊。好，那我们再回归到课文当中啊。那么同学们打开到课文的第一章，请我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第一段，特别是两位同桌的两位同学，模仿一下刘伯承和沃克医生，你们分角色读一读，从他们的对话当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好，莫晨，请那组同学，我们来分角色读一读，我们老师来给他们读旁白，啊，好不好？1916年的一天，一位头缠绷带的年轻人，走进了重庆城里一家德国人开的诊所。他对诊所的主人，著名的外科医生沃克先生说：“我的眼睛被土匪打伤了，请您给治治。”沃克医生查看了他的伤势，冷冷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刘大川。”“干什么的？”“邮局职员。”“不，你是军人。”沃克医生有些不悦地说：“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如此镇定。”说得非常好。那我们从他们的对话当中，你读出了什么？你读出了什么？沃克医生此时怎么样？沃克医生此时怎么样？好，那位男同学。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哦，不知道好人还是坏人，那位男同学。非常的不悦。不悦，不悦就是。不高兴。对，就是不高兴。还有呢？还有呢？读他的话应该还有一种怎么样的？你说。冷冷的。哦，不悦，还有冷冷的。好，你看，啊。这是沃克医生读他的话，不悦，冷冷。那沃克医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不悦？你说。因为沃克医生不知道刘伯承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你说。刘伯承不告诉他，他自己本来是军人。刘伯承没有告诉他的身份。你说。沃克医生相信不相信刘伯承？他说他是邮局职员。不相信。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相信啊？你说。因为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不对。你说。因为他受的伤很重，但是他说他是邮局职员，被土匪打伤的。那么重的伤，关键是那么重的伤怎么样？你说。因为他受了这么重的伤却如此镇定。受了那么重的伤却如此镇定。常人做得到？做得到。只有怎么样？军人。只有军人才能如此镇定。因为沃克医生他当过什么？军医。你看啊，好，请坐。那刘伯承他为什么要隐瞒他的身份呢？从好，你说。因为刘伯承不知道沃克医生是好人还是坏人。哦，不知道是好人坏人。你说。不想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去。哦，他不想过早的暴露自己的身份。要不然会被别人抓住。好，请坐。那么从第一段当中，我们就能初步的认识到一位军人他的勇敢与镇定，他的坚强与无畏。那么重的伤他却如此的镇定，实际上他的镇定、他的勇敢、他的坚强，在课文当中的手术之前、手术中和手术后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下节课我们就要走进文本，在手术前、手术中和手术后，通过具体的句子去感受这么一位伟大的军神。好，那么我们啊，今天的作业啊，你看一下作业设置和同桌演一演术前刘伯承和沃克医生间的对话。二，你能搜集有关刘伯承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吗？啊，好，我们。
这一课就上到这儿，好，下课。报告。